看看新闻网。其实呢，还有更多伤员的情况。接下来我们再来连线正在瑞金医院的记者朱正言，请他给我们带来最新的情况。朱正言，你好。你好，主持人。我们知道呢，你昨天晚上是在事发之后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瑞金医院。那么现在医院的情况怎么样？伤者的伤情怎么样？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吧。好的，主持人。瑞金医院这次呢是接受了10个伤员，应该说绝大多数啊都是一些比较轻的伤员，除了其中有一位，我听说是因为这个挤压的肺部挤压的造成的一个严重的挫伤啊，现在还是在这个重症监护室内。其他一些病患呢，主要还是一些轻的挫伤和一些四肢的骨折，这方面的伤多，现在呢都基本上已经转到了这个普通病房。其中有两位伤情比较轻的呢，已经基本上可以出院了，但是医院方面呢还是征求了一下这个病患的意见，看看他们希望他们呢能在医院里面能够多观察2到3个小时，以防出现一些后遗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在现场其实看到一个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虽然这些伤员啊大多数的伤还不是特别重，但是呢精神上的这个状态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就像我之前发回来那个报道里面也写的，有些伤员他就是突然之间会在病床上躺着的时候会突然之间坐起来，很茫然的就看着四周，从他的这种眼神当中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其实还没有从当时的这个现场的事故现场这个走出来，他其实还是一种惊恐的一个状态，一定要等到周围的护士或者说医生跟他说，给他安慰他，他才会慢慢的躺下，但是可能过个10分钟15分钟他又会重复一个这样的过程。我从现场这个很多这个有几个伤者啊，他跟我讲了一下现场的情况，他们都是从这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在现场当时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无助，就说人力已经没有办法能够有拉扯，因为周围的其他人或向上或向下的一个力量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么陪伴在很多家属身边的陪伴在很多伤员身边的一些家属啊朋友啊，他们其实也是这次这个事故的一些亲历的人，他们当时谈起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感觉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后怕。其实比如说我碰到有一个家属，他当时其实是在整个事故的最中心的位置，周围他所有周围的人都倒下去了，然后因为倒下去的时候会拉扯周围旁边的人嘛，他告诉我他其实站在那里非常非常的就是困难，也坚持了很久，到最后大概是周围的有人伸出援手把他拖了他一把，他才没有这最后倒下去，给我印象都非常比较深。主持人。郑言，刚才你也说到了部分人员的心理受到了冲击，那么医护人员他们的后续的治疗方案有哪些，你是否有所了解？另外昨天是跨年夜的活动，那医护人员是不是也是连夜就赶到了医院来进行救治呢？好的。这个医护人员我这边收到消息是说，在听到有这样的一个事故发生之后啊，这个瑞金医院马上就召集了所有的这个夜班的所有的这个各个科室的医生和护士，大概10分钟就做好了接受伤员的准备。那么下一步对于这个医患的这个伤员的这个治疗工作呢，因为相对来说这里的病患还是比较轻的，他们还是会按照一个正常的一个操作流程来进行。那么对于这个重症病人的这个情况呢，还会进一步的进行观察。主持人。